日前，工作室防捕许晴最新造型大片，照片中她身穿深 V 紧身鱼尾礼服，凸显优越肩颈线与身材比例，盘发端庄大气，配微卷碎发增添一丝慵懒俏皮气息。许晴的颜值非常高，尤其是有一对可爱甜美的小梨窝，这也为她的整个形象加分不少。许晴的身材更是一绝，妖娆的好身材让她拥有驾驭各种深 V 礼服长裙的资本。这款黑色礼服长裙就采用的是比较经典的深 V 剪裁，肩部点缀羽毛元素，可以让许晴的好身材展露无遗。她的皮肤在黑色长裙的映衬下愈发光洁和白皙，黑色的礼服裙在领口处以及裙摆处采用的是羽毛的设计，再配上一款别致的项链点缀，更添高贵优雅的气息。这款礼服裙的样式修身，腰间的设计也很经典，略带收紧的样式可以瞬间让许晴展示出迷人的曲线和凹凸感，更有女人味。喜欢就订阅呗。